来说一下这个终身毁林的事情。我反对终身毁林，再说我反对。反对什么？我反对终身毁林。快跑，快跑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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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，赶紧先抓走！看看，完，快走！你们不许动我啊！我们在公共场合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！你们没权利动我们，走。哎，你好，我请问你是？我们是生态未来啊，环保生态未来环保公益组织的，他们宣传这个众生的文化。嗯，众人生现在种过一片大豆的土地都不能种生，种过庄稼的土地，那土地有农药残留也不能种生。行动，你我看你把衣服都脱下来，你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啊？这啊？你这个就是怎么不你们这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啊？宣传这样环保的人参和众人参和毁林，现在没有地在种生了。我看他如果要衣服都脱了，你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？现在在这个厂，在这个厂里面，现在再种一片人参就毁掉一片树林，不信就上吉林去看一看。